大王，七国嘅地图几乎巨制完成，我大秦疆土远远不及其余六国丰腴肥沃。六国嘅疆土早晚会成为大王罗中之民。李斯，你认为寡人仲花多少日子方可完成一统霸业？不出15年。15年？太长啦！10年之内，寡人就要眼前嘅福原疆土尽收脚底，做一个真真正正统一万民、前无古人嘅帝王。大王定必一统天下！一统天下！ 启禀大王，太后佢。 似乎要早产啊！三哥，仲未系时候啊！大王。 事情事发办妥，全办妥，牛家村已成焦土。我要见大王，我要见大王，大王，太后请等等啊！大王，你俾翻个孩儿我啊！我求下你啊，大王。 呢度冇你哋嘅事，统统退下。系大王，起身。大王，你曾经应承过我哋，俾一条生落我哋一家三口噶。我求下你啊，你俾翻个孩儿我啊！大王一落千金，又点可以出尔反尔？寡人都系逼不得已，留下此业种。 朝令丑事外扬，你怀中嘅婴孩都总算系你兄弟啊！你俾条生路佢行啊！我求下你，大王，难道你忘记咗老我所讲嘅说话？寡人当然记得好清楚，多得长信后提醒寡人要斩草除根。 死应，莫去喂猫喂狗亦好，总之万物流于宫中，丢人现眼。三弟事母大逆不道，若非大王出此下策，我亦唔会被逼行呢一步。你想点？我净系想大王你亲自护送你娘亲回大正宫。大王唔为亲娘着想。 你好应该为自己设想呀，后爷，请让奴才跟太后一同护送太后，否则反会惹起宫中侍卫怀疑。
大王萬福，太后身體抱恙，寡人同長信侯現在送太后回大陣宮好好休息。咁要唔要卑職備馬車啊？不必啦，退下。係。大王，請。龙爱，究竟想点？大王认为我对一个杀害自己儿子嘅人会点样处置？龙爱，你敢？你又睇下我敢唔敢？走啊！如何是好啊？赵高，是否寡人嘅福星就睇今次啦。同我落崖底揾，无论生死，一定要揾到嬴政嘅全尸。